你，还有你，下车。走过来，鬼皇，对，过来，你们安全了。你干什么？可不可以让那个小女孩先走？你回来就是为了画那个孩子？可以吗？你不怕死吗？怕。给我一个你换人的理由。他年纪太小了，还是个孩子。你下车。快点！不是说好了放孩子的吗？话多了会死人的。蹲下！那女孩怎么回去了？那是我妹妹。你妹妹？你妹妹，你让她回去干嘛？刚才给他一个手势，是我让他回去的。他也给我个手势，他说他有手机。小的时候，每次犯错，我们俩就是这样，给彼此打暗号的。瞎动什么呢？老实点！报告，车内屏蔽信号已破解。而且查到车内有台手机处于开机状态，尾号3185。这就是我妹妹的手机号码，你给她回信息，就说了解车内的情况。是。加油的人听好了。尽量拖延时间，大哥，你这也太冒险了。不用你提醒我，让自己亲妹妹当人质，这事儿就你宁磊能干出来。这帮人怎么回事？加个油这么慢？报告，车内发来信息，匪徒8人，重一后一缺口枪，人质12，老幼。天中飞，这情况就复杂了。这一旦强攻，人质全都保不了啊。给我妹妹回信息，问她有没有保护人质的建议。你把别人给我拉上。都在高位，我让人质都趴下，你们开枪射击窗户以上部位。以窗帘落下为信号。你妹要是进车联队肯定是把好事了，赶快部署下去。是。大姐，一会儿我们一起趴下。
我年纪大了，我憋不住，我要上厕所。坐下，再动打死你！老实点，都给我老实点！急火攻心，眼睛看不见了，所以从选拔的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发誓，为了我哥，我一定要留在蓝天。对不起啊，提起你的伤心事了。